我们的体验啊，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开始，就是通过领克的 APP 实现一个车分享功能，能够实现没有人接触就可以把这台车交付到我的手上。现在我们打开 APP， 然后呢，用领克的这个 APP 呢，进入这个交车环节。然后现在我们向它发送指令之后呢，然后云端会下放到这个车一条开锁信息，然后通过按压这里之后呢，这台车就可以正常的交付使用了。现在我们开始这台 2.0T 8AT 的体验。领克05嘛，家族的现在最大化的一个产品了。当然它的定位啊，依旧是一台紧凑型的 SUV。那这台车它最大的亮点啊，我相信很多网友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这一部 2.0T 加 8AT 的这个动力组合了。现在我们就先试它。我觉得整个这台车啊，它给我的一个动力的响应很直接，然后它的档与档之间啊，这个状态，其实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顿挫感，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这台车它的这个提速表现啊非常的优异。然后这台车发动机呢是能够输出254匹，然后最大扭矩是350牛米，然后配合的是这个来自爱信的这个8速的 AT 自动变速箱，然后它还配备了一个博格华纳的这个四驱系统啊。这台车它的一个运动化的表现，我觉得是让我们从它的车身上感受到一点点这个领克03加的这个影子。而且这台车它在这个切入运动模式之后，我能明显感觉到它的程序啊会带给它这台车性格上的一点点变化，包括现在我们去做一个稍微激烈一点的这种变线运动啊，能够感觉到这台车整个它的悬架支撑起来也是比较有韧度的。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台车我觉得它的这个主驾驶的这个座椅啊，可能这个上升下降这个高度可能设定的稍稍有一点偏这个跨界 SUV， 偏 SUV 化，它可能稍微高一点。如果我觉得这台车的座椅能够稍微设定的再低一些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比较舒缓的一个城市驾驶模式，好好体验一下这台领克05。我想对于这台车而言啊，那种激烈驾驶的情况啊毕竟是少数，因为毕竟是一台家用 SUV 嘛。那其实放在舒适状态下，甚至是 eco 的这种节能状态下，它的整个变速箱包括发动机它的衔接，它的动力的这种连续性是我比较关注的体验。这台车其实放在舒适模式下，它的这台 8AT 来自爱信的 8AT 啊，本身这个品牌就比较成熟，这个产品也比较成熟。我觉得它领克把这个变速箱和发动机其实是匹配的比较好的，因为大家看，就在我现在时速应该是40-5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状态下，其实你不刻意去体验它这个变速箱的换挡，你是很难察觉它的动作的。另外这台车其实在我短暂的这个试驾当中啊，它已经能做出，我看现在我的表显应该是6.多、7点多这么一个油耗的这么一个成绩。其实对于一台 2.0T 的这个高功率的这个发动机而言啊，对于这个数据而言，我觉得是已经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试车特别关注这个综合油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能说明一台车它的核心部件的这个健康程度，所以我觉得这台领克05我是很满意的。然后大家聊聊就是这台车它整个的一个内装的这么一个给我的一个水平和装配感受。首先四窗是双层的夹胶玻璃，这个东西啊隔音降噪，然后甚至还会隔一点热，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而且你去想，时间限量版是23万多，然后这台车其实是18万到22万这么一个区间，那你这么去想，合资品牌的 SUV 这台车的配置已经非常的充足了，非常的殷实了，而且就有点过度配置的感觉。再来说整个的内装啊，首先方向盘，我刚刚试过它的姊妹车型星越，那星越的方向盘给我的感觉是稍微偏细的，但是这台领克05的方向盘我觉得是很粗壮的，并且有足够的这种运动感，而且我握在手里啊是一种很充实的这种状态，这个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再说一下它的这个方向盘的快捷按键啊，尽管它上面有一些这种快捷的这种滑动式操作这种非常便捷的反应，但是呢我觉得这台车它的这个按钮其实是集成在一块儿的。那这么来说呢，就是我第一次上车啊盲操作的时候，就是那种上手性可能还会稍微的模糊一点点。然后再谈就是领克家族01、02、03，那么它们整个内饰用的都是一个非常家族化的设计。那这台05呢，其实大家也先前在各种评测里啊，包括这个文章里面都会看到，它是使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家族旗舰式的设计啊。
首先有一个12.7英寸这么一个倒放的像 iPad 即视感这么样一个非常大的屏幕。之前在很多网友会吐槽这个领克01老款的车型上面这个车机反应有一点点慢，那05呢，我也用这台试驾车体验了一下，反应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便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台车上至少完全不用担心。然后还有就是我非常在意这个车的一个设计细节，除了这些贯穿式的这个空调风口啊，包括这个上层搪塑，下层是有一种非常像欧堪塔尔这种翻毛皮的这种东西啊，这些都不算。此外呢，它下面还有两处非常有人性化设计的地方，我来一一讲给大家听啊。首先就是这个空调和温度的那个控制旋钮，我觉得它使用了一个非常有造型、非常有工业质感的这种设计，然后它内嵌了两种电子选择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东西让我一看就特别喜欢，因为它细节非常丰富。我觉得现在很多工业产品的讨喜都是因为它的工业细节特别丰富。然后再有就是整个的中央通道啊，非常高非常宽，这也符合一个高标准高品质车型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需求。令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领克用了这个电子挡把，但是它下面啊没有做一个掏空处理，我个人理解可能以为是这个为了整个车舱内部啊这么一个运动的氛围而生，可能掏空了以后是你的实用空间会更大，但是难免会显得有些过于居家过于实用了，可能跟这个05的这个定位啊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的。那这台车整个的前排后排我也去坐了，这个座椅啊，首先它是一个一体式座椅，它有点像桶形的样子，但是又非常的填充物非常的饱满，非常充实，然后坐起来很舒服。然后后排啊，其实我的身高183，坐在后排呢刚刚好，但是不能说它充分，不能说它充裕，但是也绝对是够家庭使用。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整个动起来跑动起来给我的感受是非常的好的。在体验的一路上啊，这台车招致了很多人的回头率和目光。那么也难怪啊，这台车从这儿往上看就是一台性能的钢炮03+的模样。那么在05上面的这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呢，可能做了一点点细微的调整。那么这台车呢，其实遍布全车的有这种摸上去就有这种大理石纹触感的这种装饰线条啊，环车了大概整个360度，在不同的车型上呢有不同颜色的这个配色的体现。那么领克05呢，在这个轮毂上啊，用了这个20英寸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花瓣型的立体轮毂，非常漂亮。那么整台车呢，它的轴距呢是2734毫米。那么这个数据啊，你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一台紧凑型 SUV 来说，而且它把内部的空间呢给规划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其实空间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台这个跨界的这个 SUV 呢，它的这个尾部肯定是它造型上最大的一个点啊。那么在这一部分其实很多厂家啊都拿捏不好。那对于这台05来讲啊，它用了这种装饰线条来修饰，同时呢在这里啊，大家注意到这块饰板它用了这种非常像翅膀一样的这种造型，大家看侧面这里会柔化这里的一个线条，让它很自然的就溜下来了，这个东西很漂亮。另外呢，尾翼还有一个比较饱满比较好的一个大的鸭尾啊。另外这台车真的是跟03+相比呢是有一个大大的屁股，肥肥的屁股，这很有一个视觉冲击力吧。它把尾灯也做成了一个这种分体式的这个能量晶体，其实在路上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那它也用了这个分体式的排气，这都没有问题。另外呢，大家看这里有一个细节，领克05其实在车身大面积的用这种非常有小心思的细节去修饰这台车，这里也是一个体现。在这里的这个后翼子板部分啊，它使用了一个折角，并且用镀铬表示，里面呢填充了这个领克的标志和非常有层次的这个细节。整个来说，这个车的外观都是非常惹人喜欢、吸引眼球的。给今天的这个领克05体验做一个总结啊，首先这台车有着一个非常勾人眼球的一个外观造型，其次呢，在这个造型之上啊，领克05在多方面这个细节非常的丰富，非常有考究感。那再次呢，就是它的这个核心动力2.0T 高功率配合这个8AT 爱信的变速箱啊，整个这个动力的这个传导也是非常的酣畅淋漓的，这个驾驶感没得说。然后再次还要强调一下，18到22万的这个售价区间，我觉得啊，买这么一大套领克05给你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一个硬件的包，绝对是非常值得。
而且我觉得啊，本身对于这种跨界 SUV 车型，喜欢的人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人呢，可能也不太会专注的去看。所以我觉得18到22这个价格啊，你能买到什么呢？宝马的 X4 吗？我觉得领克零五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对这台领克零五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是问题，欢迎微博微信公众号搜"车车"来找我。这就是这期的关注，咱们下期见。